book， 安 book， book 他是我们老师李元信老师、汪宝莲老师他的哥哥，安安他是一个黑胶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原住民歌手。啊，因为他的唱腔非常特别，然后这首歌呢也让大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，然后就是老师藏在口袋很久的歌，然后就跟我们分享。然后我们刚刚的最后一首呢，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喜欢的歌。其实那首歌呢，其实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呢，就是大部分年轻人都会常常拿出来唱的歌曲。然后所以就刚刚的三首歌曲，就是我们平常在聚会的时候都会唱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大家的协助，假如大家不介意的话，请大家站起来动一动身体。我知道今天非常的冷，跟我们动一动身体，让身体暖一下哦。好，那我就大家可以看着我们台上的舞者呢，一起动一动，摆动你的身体，动作非常的简单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不要害羞，因为今天呢我们唱的歌曲就是送给你们的。